字形容哦。你的演唱会现在就差一位，是这一位，最美合一。CBA 的第二啦，黑啦，李乔，我先拿英雄跑第一棒来请自裁。直接就唱了，不访问了哈，不访问，直接不访问，太熟了，太熟了，太熟了。我们这年纪是怎么样呢？站着就想坐着，坐着就不想起来，是哦，躺下去也不想起来，能躺就不坐。你传哥的歌实在是很难唱，很难模仿的，是。我学他这三首歌曲，把它串起来。你还唱他的歌啊？当然啦！哇哇！我第一次听传歌的，听传歌的应该是面前耍大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龟公面前拉皮条啊，包公面前晒太阳。我们唱民歌的时期，就是一定要唱这个传歌的歌。是在1978年，是1989年吧？好像对对，那我终于失去了刚出片的时候，对那个时候。我一直唱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这些歌曲一直到现在，到现在还在唱他。我看传哥都没有降 key， 哎，好猛的，好猛，真的还是原 key。你今天如果是没有成功的话，我们旁边有个高音辅助，有一些朋友帮助你，对，辅导你唱高音，对对，辅导我了。没有，因为以前录完这一段回家哦，妈妈都不准我吃饭。啊，你现在去洗澡不是洗手而已，以前我们都是童子拜观音嘛。啊，我的皮啊！啊，现在因为我们就不用童子了，高音辅助器。最输的就是要坐到上面，坐到结束。哇，坐一整集。哎呀，那个会让我想到我的童年呢。你的童年，捏面人，捏面人，捏面人。那明雄没关系啦，所以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录音室经常做，所以高音才可以变这么好。传哥也是做出来，做出来了，是是。那就来人生好难三部曲。
时走的正是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看着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掌声鼓励！怎么看？你们坐，你要干嘛？你怎么突然冲出来？不用到这边去，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沙发就是来坐的嘛，你这跟我评判一样。刚这些歌你演唱会里面都会唱吗？有两首会唱。你的演唱会现在就差一位。哎呦，哪一位？你知道？你差一位。我跟你讲，这加进来哦，你整个爆冲。哦，跟我想的是不是？吕一桥，嚯！就是这一位，最美合一。CBA 的第二了，黑了。吕桥，我先拿过来，旁边你就近看一下，那宪哥兄，我看他不是你这和声里面有他的话，不得了。你说那个画面是？对对，哇，有加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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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麻烦宣传留下电话，留一下电话。但是也千万不要忘了 Justin。对，高音还可以嘛？高音啊，我唱的很棒，我可以吧，老师？哎，对啊，刚明雄哥讲完之后一直在聊这个，对，一直聊，上来为什么一直在聊他？其实主 key 在这，一直聊一桥，我主 key 呢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也是给他一个评语了，看老师会觉得怎么样？他那高音一边唱上来，我两个字形容哦，牵强。其实我可以听啦，对，就是我怕他破掉而已啊。那个最高音画面破有破的好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濒临破的感觉。在拥挤的拥挤的，这种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种要破，这种要破的最好。对，要破，对，真的。传哥跟我们讲，如果遇到那种要破怎么办？像我以前，我那时候记得我在发这张专辑的时候，然后唱这个歌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比较累，你知道吗？跑通告，跑完通告晚上要演出这样，我都把它改旋律这样。哦，比如拥挤的人群中，拥挤的人群中，对，我把它改成拥挤的人群中，拥挤的人群中，就技巧性的，技巧性的，技巧性的，是你不一定要去顶那个。那现场去听的话，反而觉得有新意，对，改编有改编的感觉，对啊，所以你那个前辈还是很奸诈的。不是这样子讲的，随机应变的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学到了耶，我刚刚学到那个老师的唱的拥挤的，其实他是小范围的，对，他说拥挤的人群中，学到了他的发音，今天学到这一招，你真的要用拥挤的人群中，哇，越唱越好，厉害哦！如果严格说起来，就是对明兄讲的这方式，就是说有时候要刻意去闪，就不要太用太多力，对，就是碰到就跑这样，摸到就跑，这个高音唱有算 OK 吗？算 OK 啊，算 OK，技巧性啊，我觉得还 OK， 因为他是第一个啊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如果他有挑战失败，我们就要做他上去。对，那你因为没有比较，所以你先做一下。对，目前可以说是最后一名，第一个就是这样。你怎么知道后面会没有？而且我们想要怀念一下童年的捏面的感觉。来，那一尊，哎，高音不是哇靠，哎，让你做的比传哥高，让你爽一下。要小心一下，哎，好，那你做，那再转正面。这要有技巧的，哇，做一下，这里面有小东西啊？没有，你脚要夹一下，这样不会再有稍微刺刺的。对，好，小心，好，这一段过了，你就可以过了，好吧？